哈喽，今天吃季米客家的这个酸奶果粒咔咔脆，它这个是主要就是玉米哈，有玉米片、玉米粉含这个木糖醇、食用盐、泡打粉、麦芽糊精、碳酸钙、红提干、椰子片、南瓜子、巴达木、冻干酸奶块，大约4%，然后就是脱脂奶粉啥的，有这个草莓片、冻干香蕉片。泡出来之后是这样的，它里面的这个像草莓呀，还有这个香蕉都是直接风干的。倒入酸奶，太香了。